赶了半天的路，从早上开到晚上，终于到目的地了。拉车拉好远啊！那次呢，我们就是深度玩美浓，第一站当然就是要觅食啦。来到美浓最知名的美食什么、啊？大家想到就是板条，它的板条的板呢是米字旁的板，不是木字旁的板哦。我们第一间觅食点来到了林家板条总店。他创立民国55年，已经传承到第四代了。虽然他的餐点项目不多，但是他的招牌美食非常的多、哦。当然就是有板条啦，炒板条必点，还有花生豆腐。听说他的卤猪脚也非常的好吃哦，我们一起去看看啦。它的美食项目就是大家熟知的嘛，板条还有米粉，它的粉肠啊、蒜泥白肉也非常多人推哦。当然还有刚刚讲的猪头皮、花生豆腐、福菜，还有炒水莲，但是我们的胃口很小，可能没有办法点这么多。他说可以打包了。赶路啊，都在车上吃零食。这是今天的第二餐。嗯，好吃哎、欸！我感觉好吃团哦，真好吃哎、欸。来吃它的招牌花生豆腐。哎呦，那花生豆腐很不一样哎、欸，那个豆腐不像一般的豆腐哎、欸，一般豆腐就比较嫩，它就是又带点 Q 的，那口感不太一样哎、欸，好特别哦。你们几天几夜的？是两个晚上吗？对，就是今天、今天这个晚上跟明天晚上，对。好，因为我们可能也是搭完，然后明天就出去，对，然后再下午再回来。对对对。啊？那个，你站在这里，那个不会掉，那个花旗木下面的哈会。它是下上会掉一个那个花，它会有掉那叫枝叶的那一种，不会。那花没关系，还好的、啊，不会。那我们应该搭花旗木下比较好，哎，漂亮哈、哦。对 啊, 啊，那你就搭那边。好啊，好啊。只是他说怕会晒，可是我们想说，没关系，我们因为我们都不在，没扎。我在外面开水。特色游戏场，有吗？有啊，好啊。我现在觉得不是双击侠，
也不是在玩游戏。四月三号大地震，然后全部打乱掉，所以我的行程等于大乱掉，就变成只能再重新规划行程了，因为真的太突然，太突然了。所以我就只能在晚上这个夜冲的时间，再把行程重新安排一下。那这次从环岛旅游变成深度的旅行了、啊。那除了途中，我们还是必须要去台东一点啊，因为毕竟没办法去退掉那个地方了、啊。因为南回公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，我们去退掉人家的营区也是怪不好意思的。我们从美浓这一段时间，还要可能还有一天要排到去台东，所以这一段行程有可能是会塞爆，去露营去住而已，没有什么特别的行程。营主是有讲说可以延后三个月，因为我们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在三个月内还可以安排再去台东一趟啊。就算是真的南回真的塞爆了，我们还是得去，反正体验一下那边露营区，介绍给大家。其实我排行程方式就很简单嘛，从早上到晚上，每一个行程我大概都有一个规划，找看人家推荐呐、啊，看人家分享呐、啊。然后看周边我比较觉得顺的一些方向的话，我再去安排怎么走。这个营主真的是超级棒，他还送早餐来，而且你知道营位费多少钱吗？营位费才900块钱哦。入住美浓水圳营区旁的一大特色就是它距离美浓水圳特别的近。美浓水圳不单单只是一条水圳哦，它还有一大优点哦，就是满满的花旗木。哇，这是高雄的太阳。太热情了吧，超热的。今天比较30度，虽然热，但是行程还是要照顾。我们第一个景点人来到的蝶舞街，刚在外面偷偷看，哇，盛开耶，好美呀、啊！一定要进去看看。跟门票费用计价呢，花季期间全票200块，那半票100块，那边居民呢就享有100块的折价。超可惜的，这边禁带宠物，我们家两只猫不能进来。小海只好派出我们两位进去探险，他呢就开着车载着猫到处游荡。这边的伞就可以租借，如果你想要拿来拍照的话也可以用，但是租借金要100块，还有证件，如果你还的话他会全额还给你。眼前满满的花旗木，哇，为数众多耶，一整排耶，听说这边是高雄美浓花旗木最密集的地方，真的很多耶，已经到了7-8层而已吧，大概都卸光了，有些都已经长出绿叶了。有没有看到这里，我们来，时间有点晚了，不过没关系，还是有赏到花旗木，解锁了。进来就可以分两个地方，一边是餐厅厕所，一边是露营区住宿。这边的露营区住宿呢是采棉搭帐，就大概就学校房那场。或许是不同种类的关系，这一株比较粉嫩哎、欸，旁边是属于比较偏白色，这一株就显得比较耀眼。这边应该是免搭办活动的区域，或者是早餐的区域。现在我们来到了免搭区，神殿帐。免搭王美帐通常都是用神殿帐，这间就是参观帐哦。我们一起进去看看吧。没办法打开，只能透过纱网。哇，里面真的很豪华哎，而且还有亲子区域耶，根本就是亲子住宿了嘛。刚刚门票折抵的
小雅是半价，所以她不能折抵，只有我可以折抵一杯柳橙汁，然后另外一杯是自费的。露营再走，环岛露营要有。自从开始露营之后呢，我们每一年都会计划一趟环岛露营，今年也不例外。人算不如天算，就在出发的当天早上，全台突如其来的剧烈强震，导致通往花莲道路严重塌方，连外道路中断，根本没有办法前往花莲。更关键，我们没有在前往花莲的当下遇到强震。我们现在的地点来到了烟事务所，原本我们以为它是卖烟的地方，里面应该有琳琅满目的烟，其实不然哦，是非常多间的市集集合而成的，里面有一些餐点、DIY、爱玉、冰品等等的，以及一些文青的市集，非常的好逛，可以进来这边参观、走走、逛逛、吃东西。来到美浓呢，还有一个地方不要错过，那就是东门冰果室。它创立于民国53年，这边的冰哦，我刚好看过价钱，非常的亲民哦，而且小个朵花哦。最主要就是它非常多的清冰和一些炸物。好，我们去看看。来看一下有可以挖宝的。哎。有足球巧克力耶，有小朋友的地方就是要摸一手。这是冰吗？比较推荐来这边坐着吃，但是因为我们有猫咪，所以不太适合，我就直接买到车上吃。一个香蕉青冰，原味吗？清冰也很好吃哎，它不需要加任何的调味料。嗨，我是蓉蓉，现在来介绍营区咯。这次是125路，地点在高雄美浓美镇露营区。这营区真的是我们捡到的。刚刚有提到我们是临时起意要来高雄美浓露营的，如果不是因为大地震的关系，昨天跟今天晚上都一定是在好山好水的花莲度过。不过
高雄美浓也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哦，真的让我惊艳不已啊。怎么说呢，这个营区呢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女营主所经营的，她人真的非常的 nice 欸。那天晚上我打电话定位的时候问她说我是不是要先汇款，她说不用啦没关系啊，人真的非常客气而且亲力亲为哦。到了现场呢，她说我是夜中第一个到的，位置随便你选随便你挑，我们当然是搭在最漂亮的花旗木底下啦，哇宛如包场欸。那她的营位费呢只有900块，听到这个价位是不是真的很亲民呢？不单如此哦，女营主她昨天又是送了超级长的艾草蚊香给我们，早上她又买了早餐给我们吃，非常的贴心呢。当地知名的霸王，那个霸王的 Q 度真的是非常的好吃。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开始要介绍营区咯。营区的大小就是我身后这一块土地，大约可以容纳20丈左右，大部分的人都走访纳玛夏、桃园以及六龟，很少人会走到美浓这个地方来。营区属于草地区，这四周都种满了树，东边在这一边，那如果早上这一边就比较没有那么晒，那太阳西下的话呢，这边就是也会遮到太阳，所以就看你选的位置。那我们因为追花嘛，所以我们当然就是选花旗木底下啦，真的很漂亮欸，拍起来真的好像樱花哦。中间呢就是一张一车位，如果你要搭个大天幕的话也是 OK 的哦。看这一张它就是一张一车位，只要没有满帐的情况之下，营主都是会让你任意的搭。这边有一些游戏设施，像是复古摇篮，哇这是在我国小的时期出现的游戏设施吧。洗手台就是2至3张一个，特别推荐他这边的洗手台，连放餐具的地方都有，如果你洗一洗啊想要放餐具的话非常的方便。另外这里还有女营主自己自创的荡秋千，小型的荡秋千，后方就是小型的沙坑，还有大象溜滑梯。这里的一大特色当然就是花旗木啦，哇这几天真的是花旗木看好看满耶，哇张开眼睛就是花旗木，连梦里呢都出现花旗木，有这么夸张吗？真的很漂亮耶。这个大空地是给车子停放的，非常的大。另外这里也有提供车速哦，这一区都是给车速的需求。接下来我来介绍卫浴空间，卫浴空间也是非常的干净，上面就有洗手台啊，洗手台这个外面的大镜面，女生要梳妆打扮非常的方便。另外你要洗漱的话也轻松，一定要好好介绍它的卫浴。你们看到一张座椅呢，那是考虑到银发族的人使用。另外呢它还有如厕空间，还有沐浴的空间，非常的大间，让我想到我们家里的卫浴空间，水桶薯条都有。这样的空间呢总共有2间，后面这4间都是沐浴的空间，就是比前面2间还要小一点点，但是也是非常的干净。沐浴乳洗发精都帮你准备好了，还有水桶水条也是有哦，椅子帮你备好了。那这个大空间呢就是银本布，什么东西都有。那女营主呢就是在这里，她可以提供你所有的设备哦。你看看刚刚话才说完，女营主又送了我们枣子吃，她刚刚拿了一盘，我不好意思拿了3颗，我说我们只有3个人拿3颗就够了，如果好吃再过去拿好了，我不是很客气呀、啊、水果你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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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我一毛钱不同，不要租。里长他去计划去申请，然后我出地。
怎么那么可爱？哇，这一组在里面好可爱哟、哦！哇，这一路就在宁静又酷热的美浓中结束啦，他们也累坏啦，小宝贝们。好，明天我们要拉车前往台东咯，那我们这集再见啦，喜欢影片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哦，我们下周再见，大家拜拜。